那我们我们再弹个两首歌，那个背着手机跟我们一样晒太阳了。哈，哎，真的，太阳正在入侵这个舞台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躲在树荫下看表演哦。对啊，好羡慕哦。我也想要，我想要站在一秒的地方，可没办法，我们站在舞台上，现在太阳也逼得我们不得不发光发热。我们只要面向太阳，阴影就在背后，阴影在脚下。好，好，下一首。哎，我好像刚讲什么，你讲一下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要讲什么？那就是下一首歌呢，是我们之前有录一张 EP， 其实自己做的，在两年前吧。因为那个时候录这张 EP 是为了有一天我们突然说我们去日本表演吧，然后就好，然后为了要去日本表演，觉得一定要做一张 EP， 然后呢就做出来了。嗯，好，讲的不吸引人，反正 anyway 就是等一下这首歌有收录啦，然后那个在那边有，可是现在应该没有人在顾，所以等一下结束可以来跟我们拿个贴纸或者是买一下 EP。对，然后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，我蛮喜欢的，我想跟你们分享。就是有一只鲸鱼啊，它就潜到很深很深的海底，然后它就没有，它没有溺死。然后旁边的鱼就问它说：“你为什么在哭？”然后鲸鱼就说：“我觉得压力好大。”哦，好棒！那那就带来下一首歌，《孤独的女孩》。没有关联吧？没有。
孤独的女孩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支持我们的第一张 EP 手工，自宅录 EP 离家出走。那大家看到。